们将食人鱼当点心，活了上一年刀枪不入，最后却唯独败给了棒槌。巨骨蛇鱼体型巨大，成年长度可超过2.5米，重量可达200千克，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之一。之所以它能在亚马逊河流域称霸一方，主要功劳还是靠那刀枪不入的鳞片。即使人类想要吃掉它，也要借助铁锤等工具才能将它们的鳞片敲打下来。除了防御超高之外，这家伙攻击力也是非常强大，尾部的力量足以将一名成年男子头骨击碎，有着接近无敌的盔甲保护，又有一身蛮力，可谓是结合攻防一体，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。但这家伙实则却是个铁憨憨，人们捕捉他简直就是太简单了。他们就喜欢凑热闹，一旦水面上有点风吹草动，便会把头探出，结果等待他们的便是一记棒槌，虽然无法致命，但却会导致眩晕，接下来也只有任人宰割了。原本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王者，如今却傻傻的败在棒槌上，真是可惜呢。